姚卓菲、钟友美、张慈豪呢日现身一个商场拍摄，就算冇表演，依然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支持，场面相当热闹。踏入暑假 ，Chantel 都 plan 好点样充实利用假期。不过 Yumi 就扁晒嘴话，佢仲未有假放噃。Chantel 放咗假噶啦，已经，但我啱啱系放学过嚟嘅，系同埋我要补课，喺学校补课，所以放假就可能要等下个月嘅头咯。咁你平时功课忙唔忙咧？其实都忙噶，其实，但系。放緊假咁，我希望可以快啲搞掂，或者將學業擺埋一邊，等我自己放鬆下先。跟住真係就嚟開學，先再拎翻出嚟啊！咁樣。咁呢排放假有咩做咧？有時我就要工作啦，跟住得閒嘅時候可能喺屋企聽下歌，或者同朋友出去玩咯，係啦。有去邊度玩咁係嘛？呢排趁有時間。呢排我哋就同朋友去咗水上樂園，係啦。咁係咯，都希望可以呢排即係同翻多啲朋友一齊出去。星夢學園除咗發展歌唱事業外，亦陸續加入劇組拍攝。唔知 Chantel 同 Yumi 對拍劇有冇興趣，又想挑戰邊類角色呢？哇，其實我諗翻起我哋以前拍劇，我都想試下再拍劇嘅。雖然係真係有啲辛苦，但係新嘅嘗試咯，可以。如果有呢個機會，咁都好想去試一下一啲新嘅嘢。會係咩角色啊？如果真係俾你揀得，可以。會係咩角色啊？我反而唔想做翻自己咯，即係真係第二個樣，第二個自己咁樣咯。下個月 Oscar 同 Chantel 就會擔任 Gigi 嚴明熙同 Jade 黃浩兒嘅網上音樂會嘅嘉賓。呢日 Oscar 就率先透露佢唱啲咩歌啊？到時我會唱一首自己嘅歌啦，跟住會唱第二首係 cover 嘅英文歌嚟。哦，係咁啊，今次同阿 JW 老師合作嘅感受點樣？可以？好緊張啊，因為大家都係唱將嚟噶嘛。阿 Gigi 啱啱又聲音都識翻嚟啦，咁大家都係公認佢嘅實力同埋即係嗰個聲音嘅影響力係好大嘅。咁同佢哋。Gigi、JW 老師同埋阿 Chantel 一齊咧，我嘅就覺得，咦，頓然之間我個人好似冇乜特色咯，所以就會好緊張啊，就想準備好啲咯。星夢學員喺呢一年都陸續推出自己嘅個人單曲 ，Oscar 都唔例外，積極籌備新作嘅佢，更會挑戰特別嘅曲風。而家都籌備緊自己嘅單曲啦，咁都已經係去到可能衝刺嘅階段，咁希望快啲可以自己嘅歌。同埋自己寫嘅歌，係俾到大家聽。可唔可以透露下個曲風啊？各樣我好驚嘅，因為我係覺得呢一首唔係好 typical 嘅廣東歌啦。咁其實佢加咗好多有少少外國啊同埋電子嘅元素落去。咁我好希望即係出到嚟之後，大家可以接受。好驚嘅呢一點係。哦，即係呢個算係一個比較新嘅嘗試嚟喎。係啊，係啊。